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哎呀，你看，媳妇儿啊，我表弟结婚，我请不下假来，还得麻烦你替我跑一趟，我真得感谢你，啊？怎么感谢你呀、啊？哎呀，嗯啊，行不？啊，回来的时候，啊要给爸妈带礼物啊，应该的，啊给两个妹妹带礼物啊，应该的，给钱顺风带礼物啊，不应该。不是，人家平时穿的那都是好衣服，你买那个人家能看上吗？哦，你要给他买个名牌啊，应该的。顺风平时对咱们也不错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多买两件衣服啊，别舍不得花钱。我不要，我真的不要。你这样吧，你买那么多衣服，别人不送你点啥呀？啊，送你一双袜子呀，带回来就知道送给我了啊，好吧？好好好，就这样啊，哎。逛街开心不？不开心。嗯，我得赶呢。哎呀，我媳妇儿逛街那真是大气。嗯，不光给自个儿买，你看全家人都有礼物。那是。哎，来看看，这是给我爸爸买的。哎呀，这是给我妈妈买的。哎，这是给小美丽的，小美丽的，来来来来来。好不好看？咦，好看，好不错，谢谢你了啊！大姐，大姐夫，大姐，大姐夫，哎哎，来了来了，怎么来哎，回来了，大姐夫，哎，来，你看我给我大姐买什么礼物了？哎呀，你说你们俩人出去还给你大姐买礼物，必须的呀！下次可不能这样花钱了啊！啊，洁厕灵，洗洁灵，还送了一包病毒灵，还有一副大手套的。好好好，也有你的礼物，这份啊、哦，有有有，哎呦，还有我的礼物啊，有你的，哎呀，可不给，哎、给，你就给我买这礼物啊？啊，怎么了？前两天咱家下水道堵了，你鼓秋一整天也没通啊，嗯，装备不灵，有了它，你看，咔嚓咔嚓咔嚓，很灵，来，好好接抽，哎，好，哎，我大姐干啥去了？啊，哦，是这样。我表弟呀、啊、结婚、哦、我请不下假来，我让你大姐替我跑一趟。哦、啊、哎呦大姐夫啊，哎你可太见外了啊，啊咱都是一家人，你表弟结婚你不告诉我一声。哎呀不是，不愿意。哎呀不行不行不行，不行、哎、不行、哎、师父不用不用，哎呀师父师父师父真的不用，哎呀师父师父真的不用，师父我看看微信。好尴尬呀、啊、不是，你以为我要干嘛呀、啊，我也以为你看微信。哎呀，哎，大姐夫，哎，不是大姐不在，你也不做饭呢？哦，我刚下班。你刚下班是你不做饭的理由吗？做饭做饭，哎，站住！怎么？哎呦呵，你把那揣子还有那些什么铃都搁外头，你进厨房了。对对对，大姐肯定也这样。我说大姐做饭有股下水道的味儿。哎哎哎，带上围裙。哎好好，哎呀，你说你可真行，你做饭得有个做饭的样，你和大姐都这样。哎呀，你得说说他，你不是我知道我知道。哎呀，来来来来来，炒勺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啊，拿起来，过来过来，拿炒勺干啥呀？你拿炒勺，你我得告诉告诉你，你得做饭得有做饭的样啊，来、哦、摆个造型。行了，做饭吧做饭。哎哎哎，哎呦，哎呀大姐夫啊，我大姐呀不在家 啊，我叨叨两句啊，我怕大姐听见她不高兴啊。其实一个女人的档次啊完全是看她的老公啊，你看我二米粒让我教育的啊，那完全是一个上了当的女人 啊，不是上了档次的女人啊。哦哦，哎，让我教育的由二驴子直接变为三驴蹦子了。你再看看我大姐，我大姐让你给教育的四六不通。我你说我在家里就愿看个球赛，每次看球她拿个吸尘器在我眼前面晃来晃去晃来晃去，我看的是足球，我看的不是肉球。顺风啊，你不能这么说你大姐。我你大姐平时多辛苦啊，啊还做了很多好事儿。哎呦，谁呀谁呀，谁把我裙子给我洗了？
哎呦，那个三米粒啊，是这样，你大姐听说你要出国，昨天连夜把你的衣服给洗了，都给熨完了。谁让她洗的？人家裙子只能干洗，不能水洗。看吧，好好的一条裙子，愣给人洗成裤衩了。你咋看啊？吧。哎，对了，谁看你护照了？哦，那个护照是这样的，你大姐怕你弄丢了，我看你随便扔在床上，就给你收到那个抽屉里边了。谁让他动我东西的？我都找不着，急死我了。你大姐也是好心。对了啊，等会儿大姐回来，麻烦你送她四个字啊，别进我窝。真吗？那看我主管来气。我说老范呐，我看你坐轮椅就不来气了呗？啊？老头子，我对不住你，你有病我不知道，刚才态度不好，你消消气儿。哎，咱们该咋活咋活行不？咱家这日子还得过呀。对呀，咱还得往好了过。你说你弄了个破轮椅，自己还不会摇，你看弄啥去？咱得过好日子，对不对？怕我过不去。哎呀，有啥过不去的呀？对啊，老范，这么的，你先别考虑那病啊，你把精神振作振作，咱坚强点啊。对了，老头子，平时这时间咱俩在家干啥来着？干什么？就你定的日程表啊。啊，这时候不是扭秧歌吗？对呀、啊，起来起来，跟老伴扭秧歌来。我都这样了，让我扭秧歌，你扭死我得了呗。你瞅瞅答应，啊，老范，我问你一句话，你到底扭不扭？不能扭。真不扭是吧？不扭。你说的。我说的。我要和老王头扭了啊！哎，老范。你爱跟谁溜跟谁溜，不，你要真这样，我可就不客气了啊！你啥时候客气过？不，你来来，咱俩走，好不好？走，牛走。你跑我们家斗鸡来了？干什么玩意儿呢？动作，动作，有这么动作的吗？动作，什么玩意儿？那眼神也太猥琐了，你能不能正经点儿？那是我老伴儿，我看挺好。那你说咋扭啊？这扭秧歌，你首先这人他得。是不，你先站直、哦、把心态放平和、哎、是不、嗯、眼神你正经点儿。行，老王大哥啊，你看他这像有病样吗？你这个体格比我这藏獒都好，哪有病？哎，真的啊？就是，我这样能是有病吗？是啊，有病能这样吗？你看你那精神头，对不对？不像，这不像有病。对，我要是有病，那马路牙子都能缺钙。就是，你刚才那个样就像精神有病，你这没有病啊。你精神才有病，你给我号看看啊，是有个问号啊。对，还有个问号呢。问号吗？啊，哈哈，问号我知道知道。据我多年的经验 啊，我跟你说，这个问号什么意思？它就是有疑问。废话，不是你没听懂。我说这个问号有两个可能，第一，你根本没有病。这对。第二，你的病非常严重。大哥，要严重能严重到啥程度？妹子，他这个病是在肺上啊。啊、哦。肺呀、啊。嗯。哎呀，我告诉你的。啊。你看，他的肺，在这儿。啊。这是多少？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干点活你还得使唤人。大姐吧，大姐吧，你帮我倒垃圾，特别的感谢。啊。要是遇上街坊邻居了，街坊邻居肯定得问你啊。啊。赵刚子啊，这么勤快啊，又打扫卫生啊，给家里边，你怎么回答呀？都是我应该做的。笨。什么玩意儿？是我大姐夫吗？怎么了？你得这么说啊。你说街坊邻居们啊，这个活可不是我干的呀。啊。都是我二妹夫钱顺风干的呀。哎呦，把他给累的呀。咔嚓。晕倒了，爬起来擦一把汗，咔嚓晕倒了，爬起来擦一把泪，咔嚓晕倒了，爬起来擦一脸血。
四分啊，我咋还出血了呢？我跟你说，就你这个摔法，摔出血都是轻的，不摔死就不错了。别吧，哎，说这意思你明白吗？明白你的意思啊，你就说这活是你干的，我就是负责给你当个运输。对，我是劳动组，你是运输组，也不跟你抢这个工。谢谢大姐夫啊。哎，哈，看看劳动最快乐。我再检查检查，看我们家还有没有什么旧的、老的，放在家里好长时间没有用的，我都给他扔了。你扔我吧。爸呀，我就是那搁在家底下老长时间没人用的。你是我们全家手心里的宝。不能扔。不是，你这大半天在家折腾啥呢？乒了乓了。我打扫卫生，扔垃圾呢。扔垃圾呢？那你闲的啊？这垃圾在那好好的招你了？哎，惹你了？咋的？没事，你聊着他干啥呀？你爸呀，我干一天活，怎么的扔个垃圾你还不高兴了？扔了不高兴，你过来，来来来，我问你点事儿。咋的了？这是？过来，过过过过，坐这儿。咋的了？爸呀，咋的了？我跟你妈那床铺是你折腾的不？我收拾的呀。那上面铺了一个老羊皮袄，你给鼓到哪儿去了？啥老羊皮袄啊？你别给我装糊涂、我没看着。我告诉你，顺风，这事儿可不能装糊涂，这可不是一件普通的皮袄啊。啥呀？这话得说是，想当初啊，你妈啊，他们家祖辈就传下来这么一张老羊皮。哦哦。后来你妈就用它，给她爸爸、也就是你姥爷，我姥爷缝制了一件皮袄。皮袄就是这个皮袄啊，风风雨雨陪伴了你姥爷好几十年呢，特别重要，可不能扔啊。不是，不就件破皮袄吗？扔就扔了呗。你说的便宜，还扔就扔了呗。我告诉你啊，1993年啊，咱搬家的时候啊，我扔过一回啊。咋的了？哎呀，你妈跟我是暴跳如雷呀、那是劈头盖脸的跟我没完没了啊。咋的了？差点把我的皮扒下来做皮袄啊。你说我一眼我就看上你那小心眼儿，于小脸，你完了，你没救了。谁没救？我怎么就完了？我刚才是在试探你呢啊！你身为一名合格的保安，你见死不救，你还吓唬我。如果我真晕倒了，一条鲜活的小生命就葬送在你手里了，你知道不？哎呀呀，你可拉倒吧，你这你一头哎，那个是这样，我跟你说啊，小倩，我发现你现在有思想了，是不是？你现在长智商了啊！你少废话。给我拿瓶水。这么多年哥们儿，我真的是拿你一点招没有没有。哎呀，你说给你拿来吧，拿瓶水。暖瓶啊。哎，你趁热喝，要不一会儿凉了。三伏天你让我喝热水，吵吵啥呀？你家里面没有那个就是家长群吗？一种发那些什么什么生活小妙招，那里面不都说了吗？三伏天喝热水治病。不喝，谁发谁喝，让我渴死吧。这，哎呀，你怎么又来了呢？你还有完没完？你挺大个人，王小倩，你起来，你别闹了啊！我跟你说，大鸡猪，还有那个刀浪。知了，扁担沟都爬队，往里爬呢啊！怎么回事？你有？起来，别闹了，行不行？哎，哎呀，给那玩笑！哎呀，笑出来呢！哎呀，刺挠！哎，那个，你说你这么大个人，你有意思吗？你说，小脸儿，你真够意思！刚才我看着你着急了，哎呀，你是不是吓坏了？你能不能上那边见去？你能不能？你起来吧你别闹了，行不行？我跟你说啊，那水咱一瓶不能动，一定给咱们那些检修师傅咱们留着，行不行？要喝咱就喝那个热水，完一会儿就凉了，行吧？行。哎啊，那个小脸儿啊，我感觉我迷糊了呢，怎么的了？心跳加快了呢？哎，别闹了，我跟你说，你就刚才在那站着一动没动，你知道吧？有点不舒服，你上岗亭歇会儿，快去调整一下啊。这怎么还跳上了呢？这会儿啊，这什么步伐啊？这是啊，这啥呀？
哎呦我的妈，有意思吗？刚三回了都。我跟你说，王谦啊，我跟你说，地表温度更高。你来，你就在这晒吧。一会儿我给你烙葫芦。于小脸，跳，过来聊。